你还被跑走了。哎呀，长这个虚逼逼，哎呀。打你呀、啊、Hello, 朋友们好，我是爸爸。我现在又带带老公回来，牛娃回来了。回来看看爸爸呀妈。有事没事常回家看看。麦穗两片片关注个麦穗豆芽。给你把炒个关注啊，好整个炒关注。上一岁你开了啊，上当在麦穗煮头的。哦、啊、，Hello 大姐，忙了啊？睡好了？没有啊，那一下好了。哎，爸爸知道不知道我的事儿？不知道。哎，不开水。给爸爸有工作的了。有了。战斗的了，十两天上去再你说好不好了，行不行？你工作时候不是在美国过口一样的？哦，啊？他在不在？不在了，现在这边。哦，现在上地方不知道，那不行。哦，不在了。哦，你看他都这腿还断了。啊，不用开，开上了，开。爸爸才不管儿子。你看，你没反应。哦，爸爸那那不记得不这个舒服啊，穿就穿有。娘，穿个秋衣了，穿个啥了？妈，快洗洗的。嘿。来，过来。嗯。晒晒太阳吧，这个。啊，就在那晒晒，忙不忙了这两天？晒晒太阳不乖。装装出场呀？你想出场？你想出场就出场，准备出场呀？穿啥也行。穿个斗啊，他不是要穿个斗。穿个斗就穿个斗。对啊。穿个斗就穿个斗。妈，你瞧不瞧看见爸爸了？带理他。啊，你看有。他一天两头看到，人家一天还算了，等你好了，咱们再见穿鞋子的。两三天就去老外市场那里了。啊、哦。以前就是。你看这两三天不看水，你说我看爸爸。以前不是两三天四处都发财了。你看爸爸多呀，万一看水都。看爸爸战斗的。是啊，今天他就可烫了，过他都烫几天了。过大排档第一天，他最烫了。完了米来说也还烫的不行。今天他。没拿给你吃的点药。没拿药吗？你是我感觉你喝气了。没。哎，没拿大号还头上风。大了。大的了。吃些外按摩洗的也是消炎的，吃到了，吃到了。我今天在网上吃的，是买的。网上吃啥不是？我吃的是红黄梅素。烧火喝，买个红薯回去吃一下。消炎的，没你这爸爸早些。一天吃一回。太好了。他不行，骨头检查还有。哎，爸爸，这就快复查掉了。啊、哦。你让他吃点药，吃半个月，吃半药。早就够了，这就快了，早就够了。啊，那大夫是不是一个月一趟？每晚不洗好来了，我的十号。啊，这就差不多了，这就差不多了。啊，那是一个月。哦。现在11:40了，我出去看看卖猪腿肉的来了没啦？哈。今天又是一个好日子。哎，猪腿肉卖了吧？嗯。哦，我就是出来买了嘛。在了，出来了。我那天过那次过来你就不在，你不是天天出来了？嗯，礼拜一和礼拜二。一般多少？礼拜一和礼拜二我一般不出来。一般不出来。啊。哦。剩下的时间。来给我拿点猪头肉。啊。猪头。电话呀啥的呢？没有猪头肉了。猪头肉今天没有。就剩下这点了。这是耳朵和舌头压下的。猪头肉嘛。头肉没有了。你看我就要猪头肉嘛，都没了呢。没有。卖上了不卖了。咋了？嗯，没拿了。卖完了。哦，那就是你要卖明天卖吧。那真的他卖完了。没拿了嘛，不知道那是真的。卖的。好吃。天都吃不着了，明天就吃明天过来再过。哎呀，改天吧。你再改天过来又待不着了。改天学会了咱自己做，天气热了咱自己养。你做不下那都外面有么子关键？真做不下了。
你看卖了好多家猪头肉，就没拿拿着抓着这个熊。你当当那天做作业吃，你失业失业。你做不哈，爸爸还做不牢人呢，做了。他们那抢叫师傅个没有那天抢叫师傅个。知道了吗？哦，别讲别讲。是。一个了吧？一个，还有两个。哦。两个白讲，叫一个。别讲就行。你这个小的。经常吃月牙。哦，给他先留着水。这个是个白的。哦，那个牛说帅嘛，兄弟吧，留了留一下，你那那烧不了。我兜里有一兜里少些。你不还是要睡？你看他拽。你流水的按照爸爸的要求留了，他要。进来吧，老子。进来吧。要多少，老给你还。你算算了算了。就这吧。已经倒好了就，都是走的嘛，上班是。倒好倒好就行了嘛，你要求不要太高了就行，那好就行了。都是走的，别上。我爸这自以为是的样子，让我看到了我的影子。自己都没有对别人好过，别人帮你忙，你还嫌这嫌那，确实。经常水还少了，经常就把油吃进去那些。吃一块钱也好过，总是自己想咋就咋，这不就是我吗？关键是我一直也在努力改啊，可就是改不过来，怎么也变不成一个像老公那样温暖的人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